吧，我们都当玛丽。预备 ，Go！ 哦，有，为什么刚刚空搓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有看到你空搓，这把会空搓不太 OK。我拿假电跟这个，有没有真电？好，来吧，先来一只玛丽，先一个玛丽过来，你抓掉一个，你先把你用到进化吗？要吗？好，去角落，一个就好，我先试一下加热点狙，跳，没有，我说我跳，4800。诶、欸、4300。等一下，这有点奇怪哦。440。460。可奇怪，刚不是测出来是加电去输那个吗？4300。可能我那把是塑胶做的。1400，1600，1600，1600，1700，1400，1400，我嘞，好像掉到电去输了，哎、欸，干，4889，来，过去，1900，1900，4600。欸、你站出来一点。哎、欸，好，4600，来再一次。不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像夺魂锯比较痛哎、欸，加热夺魂锯好像比较痛哎、欸。结论，啊，加热电锯比较痛。来。丢出你的电锯来角落，哈哈，一个人要操控两台电脑，哈哈哈哈哈。找我吗？去角落吧，白痴哦。还是转了。1458。好，看来就是加热电锯赢了，而且锯它挥速也比较快。你自己看，你觉得哪一个挥速比较快？对啊，就明显是加热电锯赢了。还是跟大家说，就是买加热电锯，不是，就是拿加热电锯就对了，这把粪枪就不要拿了。真的没什么用啊，是吧？来吧，最后就来一个那个舒压的结尾吧。开，好像也没有多舒压哎。啊，这结尾好尴尬哦，没有爆头哎、欸。啊，那我用左键爆头。比较爽感。我正在一发一发点你头。是连射了啦。这，Yes。喷还蛮快的。